他们等一下留不了。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。你是猴子体内的救兵吗？我又来了，我又死了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别怕，老妹，有我。刚才打得好棒啊！想跑啊？直接被人家阴，我想跳。这不是来，这不来搞笑的吗？这不是，你说这不是来搞笑的吗？慢慢手走，我操！妈，这么多老阴兵，我天哪！你他妹的怎么这么恶心啊！你这个狗东西！哇丢！我不回来干死你！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啊，他死，他死了。来，给你机会。是妹妹。你才淘汰完。我刚刚死了。然后你又成淘汰王了，是吧？对。小姐姐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可以过来帮我吗？小姐姐，你在干嘛？不是说在上面待着吗？我就在上面看着你打呀。那你也得变通一下，那你不得帮我一手吗？我只能这么……那我来接你吧，我来接你吧。就你这样，你还怕呀？我怕呀，我没卡了，我怕老六啊！我刚刚就被老六打死了。我感觉你没得怕。我还不怕，我刚刚刚上学，那个六子在后面把我偷的。带走，这都不是我对手，知道吗，小姐姐？三号上龙，三号，咱们三个落他脸上，我不信我们三个都打不过他一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当我没说过。该快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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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狗东西跟。我的一星任务过了吗？房子里吧。你的卡还有多久消失啊，姐姐？围墙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， 了解了解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妹妹你进来。我都没补他，我直接下来帮你们。他自救起来了。他妹的，早知道我换狗打扫了，妈的！这个军尼，死完了，妹妹。我感觉我就看看就行了。你在这边小心点，我看看房区有没有人。漂亮，把它勾引过去，走吧。来，研究所。OK。寒狂呢，弟弟。你在这边待着，他漏你就抽他，你在这边待着。你小心点啊，有人来你叫我啊，姐姐。可以打他，在我这边这个角子里。他封烟了，我不是很好打，很多烟。有车往你那边去了，你小心点，你后面有车，你小心点，屁股有个坟嘛，阿浩，你屁股后面有个坟嘛。我已经跑不了了。我刚刚看到，他冲过来了吗？对，他直接到我后面了。往你这边来的，来不及。来不及，你就这样离去。我感觉我这边不是很好啊，兄弟们，我想去瞧几下，怎么办？
你杀他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你杀他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你杀他就好了，不要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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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杀他就行了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杀他兄弟，杀他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你快。他妹的，兔家！带他们干拿回来做死他！他现在以为自己很舒服啊，当然他只要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快去拿车，快去拿车，快去拿车，快去拿车啊！”这个好、啊，他一过来，两个人一过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双杀。注意我细节，兄弟们，只有两个选择。这应该就是打我的那一队吧？对对，打你的那个兄弟。啊，我楼顶站不住，要是楼顶站得住，我就跟他，我就在那边楼顶站着了，怕远点抽我。来了。这个钱不要扯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不要扯，我动手了。你说的不要扯，我动手了。动手了。忍一忍。妈，这么小个圈，二十个人，你要死啊！你他妹的！对面山顶的圈，
操！准备动手。掉线了吗？不至于吧。五个人啊，还有四个人啊，在干什么啊？一雷双响，哇！小笨蛋，哇！小笨蛋，棒！不行，得玩个花的，这样刺激没意思，知道吧？炸死你个小笨蛋！这是一队的吗？他们怎么救起来了呀？